今天是10月28号，是我跟我小妹的生日。凌晨的时候，我妹夫送我回家，从后备箱拿出两束花，给我跟我小妹了个惊喜。这是我那束，我小妹的是玫瑰花。我这一早晨刚睡醒，嗓子还有点沙哑。屋里面供暖之后特别特别干，每天早晨都要多喝点水。现在我要收拾收拾，下楼去上班了。虽然是过生日，但是我跟我小妹依然是不休息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地球不爆炸，我们不放假。我跟我小妹还得继续努力加油，继续好好工作。洗漱完了，现在下楼了。今天又是我先到店的，他俩还没来。昨天晚上我俩直播，这都没收拾呢。昨天晚上直播留下的残留，早晨起来赶紧给它刷出来。一大早晨赶过来还没吃饭，这个是我妈给我拿过来的面瓜，俺家小燕自己冻的，搁这老长时间了，再不吃就坏了。今天就给它糊上，糊完之后做一个奶昔喝。看这样还挺面的。爸来了，这是我在家里面冻的。早晨直接都拿过来放到门口，我爸开车帮我拉过来，我自己拿不动。听见小妹的声了，主角来了，我等你给我做奶昔呢，我把面瓜糊上了。直接整就行了。你不说你会做吗？那玩意有啥技术含量啊？你这把花烙死了一下子。太烫了，没事，烫也阻止不了你，快吃。酱牛肉啊？嗯。我妈不说不让你吃吗？她说让我吃肥的、瘦的给你俩吃，人家说不让我吃。我先不让你吃。你啥意思啊？意思我留着给你吃。俺俩也不咋吃啊。俺俩把肉都留给你，我俩吃辣椒。行吧，我自己整行吧。哎呀，老简单了，你就把香蕉弄里，就摁奶昔键就行了。我不是香蕉，我是面瓜，我糊的面瓜。那你糊它干啥呀？生的放里边打那个什么糊糊啊？啊，那我哪知道啊？那不有食谱吗？哎呀，我寻思一早上来把那面瓜糊上嘛，等你来了，我寻思直接像整香蕉似的，搁牛奶一起试一个吧。那咋整啊？奶昔不是它打糊糊，南瓜糊糊。那你老嘟呢，说等整那个南瓜奶昔，整这奶昔的，然后你也不动手，我就自己呼上了。那你就今天就这样吃呗，你就不用打了。我真尴尬，一早来我可着急了，我没吃饭，我寻思整一个。来个香蕉奶昔。你把香蕉掰吧掰吧，那么能，它能打碎吗？能啊。我这东西白给你拿来了，白让你用了。我姐就是不听劝呢，非得搁牛奶，搁这蒸熟的面瓜打奶昔。啥味儿？面瓜味儿呗，啥味儿？我没打时间太长。美好的一天从奶昔开始。生日快乐！我呢？说呀。生日快乐！哎，对，昨晚上说呢。嗯。哎呀，那嘴巴造的，真买的，啊，那真买的。